了你们哥几哥俩这一单啊。哥们儿，这瓜多少钱一斤呢？2块钱一斤。我操，这瓜皮子是金子做还是瓜栗子金子做的？你像这现在哪有瓜呀，这都是大棚的瓜，你嫌贵我还嫌贵呢。给我挑一个。行，这个怎么样啊？这瓜保熟吗？我开水果摊的，能卖给你生瓜蛋呢。我问你，这瓜保熟吗？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？你要不要吧？你这瓜要熟，我肯定要啊。那他要是不熟怎么办啊？要是不熟，我自己吃了它，满意了吧？15斤30块。你这哪够15斤呢？你这秤有问题啊！你他妈故意找茬是不是？你要不要吧？你要不要？谢谢石。另外你说的，这瓜是生的，你自己吞进去啊！你他妈骗我瓜是吧？我操！好了，快点杀人了！